在这林子里看着，看着我们把鬼子赶走那个时候，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就一定能做到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孙亮，你已经商量了，怎么办？ 孙亮，你们走吧，我就带这树洞躲一躲，他走不了了。我背你。不，我那头上你们背不动，谁都别背我。孙亮，我走不了了。你跟女人跟我瞎比啥？都说好了不分开，我背你。走，走。孙亮，把他留下，我在这儿多陪陪老表。哎，把我塞进去，把这地都清一清，快！ 答应你，但是你有任务，知道吧？明白。活着，不只是活着，等你腿好了，赶紧找到队伍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丁哥，哎，粮食给我。哎，剩下点吃，够你坚持10来天的。放心吧，司令，这个你拿着。 是之前走的战士留给你的，我没拿给你。好，拿着。哥，你们都照顾好司令，明白吗？川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好好的，你要好好的，保护好自己，影评你也听到了。 啥时候我不都是冯文化及格吗？走了，小心搜索。 这里太利于隐蔽了，他们已经受伤了，阳光不会丢下任何伤员。这是我们的机会。老乡，我们是抗联的。哎，大嫂，别怕，我们是抗联的。进来，进来。 这姑娘真是咋的了？上炕。慢点，姐。我给你们倒点热水啊，暖和暖和。谢谢大嫂，我必须要跟你商议一件事儿。我留下来，同志们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。我决定了，留下来，你们继续走。 我同意，你这样更安全。来，快，喝碗热水，暖和暖和。来，司令，大嫂，是这样，我姐她病了，麻烦你照顾她几天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药，您呀，每天给她煮2碗，等她病好了，她自己会走啊。这姑娘交给我了，你们就放心吧，到时候我还你们全户的人啊。来，来。 你们饿了吧？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，等着啊！好，等着。你们快走吧，一会儿日本人就追上来了，快走。
树杰同志，你要好好的，我们也会好好的。再见。再见。你会好起来的，我们等着你。淑姐，抱抱我。再给我唱首歌好吗？远在小河的对岸，有点点火花，天空褪去我最后的幻想，雨的经验暂时一起跳上战马，越过天地去见远在小河的对岸，有点点火花，天空褪去记得你的声音，记得你的样子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再见，再见。长官，那边屋里有人。长官，来人好。老乡，为什么这么晚还点着灯啊？这不，我男人没了吗？守灵呢？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药，病没治好，人就没了。恒古郡这么小的房子，藏不下那么多人的。北边有人！打扰了，老乡。你们慢走啊！
线索要断了，不过他们决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，只有几个人。阎王光现在离副总线越来越近了，按常理，他应该向山中进行。报告长官，我们在前面发现了人的粪便，看情形离开不久。反面队形，带人一组，进水器。嗨。
司令。人呢？都走散了。放。干啥呀？快走啊！我不走了。司令的鞋底掉了，他现在光着脚，把我的鞋拿去，给他。啥？我们把你扔下？你放屁！你听我说。我他妈不听！你给我走！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。把手榴弹给我，我们都该活下去，每个人都要活下去。你替我转告司令，让他替我活着，照顾好舒杰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满洲需要他，整个中国需要他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舒杰才需要他。一定要活着出去，找到他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把手榴弹给我，快！还需要什么？黄晨，有。兄弟。你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兄弟，再见。最后跟您说，
让您活着出去，找到书记。所有的人都牺牲了，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你要是死了，他们就白白牺牲了。因为你是烟雾光，你必须得活着。请司令换血！请司令换血！啊！前面，别跪着，都起来！我换。记住了，为了他们活下去。长官，唐副长官，唐副长官，我们的补给不够了，我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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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，你把钱给我交交。我要回家，快点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回家，快点！你们还有谁？要回家？燕魂关都能熬得住，你们熬不住吗？老三，走！你往向北，绕过黑熊岭子，去烂泥子沟找陈政委，把印章，还有这封求援信交给他。罗开山，是。去找些粮食，记住，能找多少找多少，千万别勉强。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半，留在路上吃。19天后，我们在7个顶子见。如果等不到我，你们就走，要活着。你身边没人不行啊！我不走，这是命令，马上离开，走。附近10户人家以上的地方在哪里？大东沟保安村。去哪休整？应该休整一下了。燕红光，他无路可逃了。
抓住他是迟早的事儿。只要燕无光行动，我们就知道他在哪里。这司令不是让你去送信吗？你这跟着我走干啥？根本就没有原因。司令从来不骗。这是他第一次骗我，但我没有上当。他只让我活下去，我心里明白。但咱俩得让司令活下去啊！我跟你一块去搞粮，搞到粮食以后，你去送个司令，我往南边走，去拦泥沟。不，那你这是犯错误呀！咱俩是警务员，知道警务员是干啥的吗？就一条，保护司令。别废话啊，听我的。这是猎人或者伐木工，就着山势搭建的，说明一定会有人来这里。既然有人来，离城就不远了，就会有粮食。进不进去？进，一定要进去，不能让司令饿肚子，咱得冒这个险。干什么呢？啊，老总，我们是贩山货的，来这边挣点钱。陈桑，你凭什么判断他们一定是抗联的？我外山，工作大。严红光的警卫员。有谁看懂了？首先可以判断的是，严红光现在已经孤身一人了，他不是饿得撑不住了，绝对不会让自己的警卫员带着他的印章离开他的身边。这个位置，保安村往北全是荒山，这个季节没有人烟，保安村防范森严，往南
胡家屯、四道营没有我们的驻军，为什么他两个警卫员要冒险来到保安村呢？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对，胡家屯、四道营要走上一天的时间，他们没有时间了，只能冒险来到这儿。因此，严红光在北边等待，往南边完全是我们的控制之下。他等不到警卫员，只能继续向北走。饥饿，严红光就算是神，他也战胜不了饥饿。保安村是突出来的一个蝎子，联系各个部门，停止一切搜索行动，全军驻守在村北柳子河。这样一来，严红光往南巡视我的路就断了。这是一场死斗啊。当然是一场死斗。看看咱们这么多人，武器补给又得到了补充，对付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严红光还有什么悬念吗？准备出发。哦，四虎将军要和您通话。哎，もしもし、安武兄弟です。啊，将军阁下，我们正准备追击。不，我们不需要调整。不，将军阁下，我拒绝您的建议。将军阁下，我知道您是将军，但是我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，我会根据情况来判。将军阁下，将军阁下，您听我说。将军阁下，我已经做出我的决定了。将军阁下，我听不见你说什么了。将军阁下，我听不见了，我听不见了。长官，是虎刚八将军吗？就是那个混蛋。你刚才对将军咆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如果当面的话，我会打他的耳光。却让我撤回哈尔滨，有这样人吗？简直就是可耻！你违反了军令，将会上去执法庭的。没有人可以审判我。如果我杀不死严红光，我会剖腹自杀以泄天皇。出发。已经过了十九日清晨了，陆开山没有回来，他是个好战士，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任务。我只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。
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，他们现在已经腹中胀痛，走路困难了，草根无法消化，排不出来。再这么下去，扛不过三天。 这个季节，山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果腹之物，连孢子也冒动了。我如此虚弱。 只有半个小时，这天就黑了，夜里我们还追吗？当然，这是一场消耗战。看看咱们的战士，有食物吃，再加上盐红光，他们挨着冻，挨着饿。但是我们的食物也有限，抓了袁红光以后，我还要平平安安的把你们带回去。 孙总，告诉你的弟兄，咱们还要在山上熬几天，食物有限，这次补给来之不易，再也不会补充补给了。每次食物的发放，都会定额发放，别贪嘴。 Ah!